级汽车。蚂蚁搬家，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我酷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快躲开！石头在向我们求助。啊，不对，是一群小蚂蚁。我们的洞穴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啊，居然是酷宝！哈哈，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哦，真是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跟我走。车轮轰隆轰隆来到街道上，车轮轰隆轰隆来到大街上，车轮轰隆轰隆隆穿过草丛向前走，轰隆轰隆来到了花园。我要开始工作了，惊喜道具开启。还会来看你们的。酷宝，你怎么对这花丛讲话？因为这里住着我的朋友呀。朋友？